就是我们的一班之长，几乎每天是你最早上课堂，收拾笔记，分发考卷，记录早退或迟到。你就是我们的一班之长，所有大小事情都一手包办，组织开会，感冒。报告班长，我不是故意迟到。报告班长，下课钟声响了。钟声响了。